汐止的厚德里老人共餐已经办理满四年了，每星期固定星期三中午都会邀请老人到里环保中心一起来共餐吃饭。长辈们吃饭不但完全免费，而且菜色还吃得非常好。除了志工们的手艺好之外，里长对外力邀金主帮忙加菜金更是主要原因。十八号这天中午，狮子会多个分会人员带来总共90,000元的加菜金，美味的料理让长辈们吃得非常开心。每个星期三都会邀请里内老人家共餐的汐止厚德里，在十八号这一天非常热闹。里长陈友亮大力找加菜金主，包括成功狮子会、喜悦狮子会等多个分会，大家都大力赞助。这天总共带来加菜大红包90,000元。每年我都会来哈，因为我们国际狮子会就是关怀我们社区，关怀我们地方的发展啊，尤其我们咱的一寡老大姐、老大兄。大家看，安在健康，在活泼，在好滴诶。前总监杨善团的带领之下，我们成功会、企业会、长荣会，还有极品会，大家来共同参与。希望借由我们记者朋友的报道，能够让社会有新的人数能够来共餐盛举。今天狮子会来到这里做我们的老人共餐了啊，这是我们市长朱立伦所推动的老人共餐了。那因为我们社团都非常的踊跃来赞助我们的老人共餐的经费，所以说今天市长朱立伦特别颁发感谢状给我们前总监杨灿煌请我们的那个民政科科长代表来颁证给我们的总监，谢谢。近中午，里内老人家陆续报到排队，多个狮子会志工们帮忙夹菜给长辈们，共餐点的座位全部都坐得满满的，共餐队伍大排长龙，甚至排队排到了樟树二路上。志工团队们大家都很开心，长辈们也表示菜很好吃，也感谢里长和狮子会。狮子会台湾总会前总监杨灿煌表示，之后也将继续为长辈们带来加菜金，让共餐菜色更丰富。弄好。拢真好食，通通好吃，这个排骨也很好吃，我给他们谢谢。我们的陈友亮理事长邀请我来参加餐会，非常感谢他。狮子会来捐赠，还有成功狮子会，很多的狮子会都来参与，谢谢大家。那非常感谢今天我们300病院区前总监杨灿煌，以及我们的第一副总监杨宗汉，还有第16分区主席邓神英，成功狮子会、喜悦狮子会、极品狮子会，还有长荣狮子会的会长及师姐师兄们莅临我们的厚德里老人共餐了，让今天的这个场面非常非常的多人啦。那这样里长非常的高兴，因为办这个共餐最主要是要老人家能够吃，让他们吃得健康，活得更健康。所以说非常感谢今天社团的赞助让我们厚德里这个老人共餐呢能够永续经营。厚德里长陈友亮指出，共餐活动办得好，长辈吃得好，他就感到很欣慰，志工们也乐在心里。厚德里共餐开办已经满四年，未来还会继续努力，让老人家吃得更营养、更健康。记者李一凡，汐止采访报道。